正忙紧举行世界巡回演唱会的 Karen 莫文蔚呢日就忙里偷闲，俾人发现同朋友在中环名店 shopping 噃。一身全黑打扮，戴住黑超，再孭住两个大布袋的 Karen 同一位朋友现身商场。见到呢位朋友一早就已经抽住一堆战利品出现，相信 Karen 之前应该都去了不少地方 shopping 啦。入了其中一家名店之后， Karen 似乎对手袋特别有兴趣，试了一轮终于都买到心头好啦。在等埋单的时候， Karen 同店员有讲有笑，走嗰阵又热情咁同店员道别，发现记者都好友善咁打招呼，非常之亲民啦。最后 Karen 就同朋友一起坐七人车离开啦。